这个是昨天拍视频的位置，现在一片汪洋大海。不过昨天的车要放在这儿，整个全都被淹没。又开大灯，没办法，然后自己吧。开大灯吗？谁开？商场屋里有喷泉了啊！商场屋里开始喷水，看看商场屋里头哗哗喷，就在咱们店边上。这连菜都没了，货架子就空了。哎呀，水果也没了，什么也没了。我操，发水了。那车刚走。
现在是在咱们滹沱河的零售段啊，现在整个的这个滹沱河水上涨的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前面这一片之前都是这个路啊，都是平路，还种着树，但是现在已经全部被淹了。看我前面的这个台阶已经全部被淹了。目测啊，目测应该水上涨了几米。看看那水帘洞这么近，那